晨与我是歌手获得第三次冠军，汪峰叛逆选歌被和谐。华晨宇上我是歌手以来一直备受观众关注，一加入就打破杰倩姐的连冠记录，一直到目前为止杰倩还没有再次获得冠军过。可以说华晨宇是杰倩姐的克星也不为过，在第七期中华晨宇第二个出场强势夺冠，一首我管你让到了全场。在第七期中腾格尔的表现也是不错，获得了本期第二名，一直以来观众所说的腾格尔不适合歌手舞台的谣言也不攻自破。汪峰在这期的选歌是极其大胆，日的青春秒变叛逆少年，只可惜这首歌并没有带给汪峰一个好成绩，前四名并没有他的名字。当然这不妨碍我们去听这首歌，各个音乐播放器这首歌的评论区被汪峰粉丝占领。